安代舞是哪个民族的？安代舞是蒙古族的，是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传统舞蹈，被称为蒙古族集体舞蹈的活化石。安代舞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渊源，发源于库伦旗，据考证约形成于明末清初。清朝中期，各地闯关东的移民大量涌入草原，孕育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安代舞。传统安代以唱为主，伴以舞蹈动作，男女老少皆可入场欢跳，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。在内蒙古，逢年过节庆祝丰收、喜丧婚嫁和迎宾的宴会上，人们都会跳安代舞。2006年，安代舞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